新一期的拜布復活投票角色系列帝國海兵團前幾日終於登場了。小鹿第一日抽呢，單抽就即刻中了那個四星拳手，今天呢就試下來一個十一抽，看看會中什麼。咁因為係投票角啦，所以應該長期都會有得抽，我就唔會嘥太多鑽石，我會留翻喺下次嘅限定角色先落重本。咁當然啦，我即刻想抽中果果啦，嗰個女僕法啦，又或者嗰個超有氣勢嘅槍手，睇落都有六隻咁樣。希望三隻裡面你俾我中一隻啦，係畫面上面啦。又是他，为什么会是这样呢？250粒钻石不是那么容易赚回来的。抽到什么呢？是不是好过没有？但我想要新角色啊。你搞错啊。哦，是没有的，都有中四星的，但是没有新的角色在里面。应该用上啲运气啦，因为我对上一次嗰个黑猫系列成套都被我抽到翻嚟，喺同一个 account 里面。唔得，我要抽多一次单抽，实要中一只啦。金色，金色，金色。哦，你搞错啊！我要抽多一次。金色，哦，好啦，咁样冇啦，冇得抽啦，我唔想再嘥钻石啦，下次再抽啦吓。抽角之余，大家唔好忘记神解你嘅绿花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